你们四个人去旅行了，嗯，那么你觉得你们在这段旅途中自己的职务担当会有分工吗？就比如谁会管钱，谁会管每天的日程，谁会管谁是领头的或者怎么样的？我不知道哎，这个角色会一直在变，肯定不会有哪一个人是特别管钱的。我可以先回答你，领头的这个会变，就有的时候可能是 Barbie， 有的时候可能是阿雅。就你说要去哪里或什么，我觉得他是会有计划的，他会有自己的一个 tempo， 然后跟想法。那我觉得，Barbie 他也会有他的想法，就是他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我跟 CD 可能主要是配合。您认地图吗？嗯。你看得懂地图？嗯。你们最看不懂地图是谁？我应该是 Barbie。嗯。Barbie 连时钟都不太会看哎。我的方向感很好，这一点还始终是不会变的。然后，小轩喜欢做功课，所以如果他知道要去哪里的话，他会做好功课。所以如果我跟他加在一起的话应该是无敌。管账的部分我觉得小轩跟阿雅都可以，可是因为小轩他很细腻，他会管很慢很慢，然后就是一块钱都不会差。那阿雅的话呢，他可能会收集一阵子然后再一起管，所以就是可能就是会比较快一点，然后比较没有那么计较一点。但我还是比较信任小轩管账嘛。然后认路方面，本来以前我们出国去玩都是我会先做好前置的准备，然后收集资料，然后我来带领他们。然后小 S 脸皮厚，他敢去问路，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三个加起来应该不太会有问题。我觉得钱的话不能交给大 S， 因为他完全没有金钱观念，他一定会第二天就把钱花光吧。我觉得交给阿雅妥当一点。如果要说就是事先先做功课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小轩跟阿雅，然后我们四个姐妹就会开始讲说，就是听他们讲说有什么什么值得看啊或什么的，然后到了现场之后，那个大孩子就会说，那我们第一天要干嘛，第二天要干嘛，第三天要干嘛什么的，然后就是随波逐流。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很非常中立的人，然后我也很愿意倾听每一个人的想法，然后我很有办法让每一个人的想法都讲出来之后，可是却不要发生争执，就是我会就是一一分析啊，然后什么劝导，所以我觉得我还蛮适合当那种就是和事佬或者就是中间的沟通者之类的。一般如果照我们小时候的话，一般就是比较苦的活，比如说要跑腿啊，或者是要买东西什么的，这种事应该是会落在我身上。但是呢，其实也是因为我本身，因为我很爱动，我是属马的，就是我也是喜欢，就是我做这些活是觉得 OK 的。然后管钱这种麻烦事呢，就是也有可能会在我身上。但是西弟呢，西弟他是这样的，他要么他就是可以很不负责任，可是他一旦负起责任来的时候，他也是会有强迫症，因为他以前当副班长，就是把全班同学都逼得很紧。当过副班长。对，他当过副班长。我觉得那是老师也是非常的就因材施教，因为他之前是属于那种比较就是爱玩啊什么的，突然给他一个副班长的时候，老师那个犀利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的，每天早上都就最早到学校然后点名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犀利如果在旅程中他一旦管起事来的时候，那可能也会让我们大家就是也会让我们大家就非常要遵循规矩，我觉得是这样。那西元的话，他虽然也他蛮随性的，可是他我觉得他跟西弟都比较随性一点。然后，但我觉得西元就是他，如果他有一个主见，他要去干嘛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代表这个主见就是没有办法去挑战他的，或者是说这好大家就去这样子，那我们如果这个地方我们有在食物、水、电力等都基本保证下，住宿也保证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有三样你的东西可以带过去，你选择哪三样？我家的阿姨、我的司机跟我
我老公，儿子随便铺个那帐篷，没有开玩笑的，对，不能赖皮。我可能会选，会没有电视可以看，对，我们也不太爱看电视。我可能会带几本书，然后我可能会带一个，会买一台轻便一点的、好用一点的相机，记录那边的当地的一切，还有我们的所见所闻。然后可能还会，准备一些干粮。但我怕那个小孩子晚上如果喝多了又哭完之后会肚子饿，那个时候一定要吃泡面。还会再带一些可以简单的画画的东西吧。那你觉得你妹会带什么？她可能会带，酒，不管酒不讲，她可能也会带一些书，然后她的那个百宝袋，就里面有一些小镜子啊、发霉夹啊什么的。因为他们有发霉夹，他就会那个得那个狂躁症。还有那个镜子，他会爆炸。我最必备的啊，酒真的我觉得很需要。缅甸应该可以喝酒吧？必备的就是钱跟手机，然后化妆包。完全在你姐说的，真的假的？化妆包有个小包包，里面有夹眉夹，然后有一个小镜子。指甲刀没有的话，指甲刀跟拔眉夹没有的话，我可能会在缅甸抓狂，因为缅甸应该很难买到拔眉夹。我猜了，我们觉得买得到。其实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偏僻。没有。带三样东西啊，生火的呀，火很重要。带一个游戏吧。游戏是？那就可以玩的啊，发卡的啊，或者是怎样？就是那桌面游戏。对。这些就够了，就这三样是你最觉得最必备的，因为小 S 的选择是三瓶酒。哦，对啊，你看这个我就不用操心，我真的不爱酒，但我可以跟姐妹一起喝。卫生纸。毛巾，我们都是要擦的东西。睡袋。就露营会，这三个是最重要的选择。还会卫生纸，你要上厕所，你都要擦了。毛巾，如果你要下雪或是下雨湿了，也得擦吧。睡袋，因为睡觉真的很重要，对我来讲。